这是一真火山，在它的火山口最高的山上这边，你看，这些受到水侵蚀的地形，你看，就往火山口的地方流，叽叽叽，就成为这一片很漂亮的火山口湖。我们简称火口湖，这个火口湖是印尼的火口湖最大的。早上还四点出头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，我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这个火山的蓝光，也就是硫酸气体气溢到超过360度，它就会燃烧，呈现出蓝色的光，就是在画面正中间这个地方。这个火山最高的就是前面这个地方，有海拔2700公尺的高度。你看，这些受到雨水侵蚀的这个地形，就一直往火山口的地方侵蚀下去了。你看，那边天亮已经把另外一座火山照得非常明亮了。远远的你看看，这个背硫磺矿的人还在这边一步一步慢慢的走，好辛苦哦。我们却是来这边玩，他们却是很辛苦的工作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受侵蚀的地形，底下受侵蚀的就很漂亮，好像美国大峡谷的地形啊。你看，月亮还贪玩，到现在都还没有下山。你看，这些浓浓的硫磺气体一直往天上飘。